一天还好，一天，我的 baby， 我的小孩，明明天气很好，鸟都飞不太起来而已啊。我刚真的有看到鸟飞不太动，翅膀有点折到。其实我刚才过去那边看，对，你看天气多好，看得到飞机呢。雪不是很厚嘞，真的还好。因为这边有观众。我们刚刚接收到最新的讯息，我有点接受不了。原本说中午12点机场可以正常运作，然后我们大概下午三点可以起飞，然后再飞18个小时回台北。刚刚广播传过来的声音竟然是说纽约机场正式宣布要到下午4点才可以运作，代表说我们又要等，我们又加5个小时，所以可能要到今天晚上才能起飞。飞机都被埋起来。继续，加油。